就是想问你怎么保养身材啊，怎么美容啊，大家很想知道这些。很多人就说、哎、你用什么保养，我觉得没什么呀，心态。哦，心态，哦，心态是很重要。心灵美比什么美都重要。啊、嗯，我现在因为年龄大了，还擦点护肤品。嗯，我以前从来不擦护肤品，从来不擦。应该在60岁之前，我都没擦过护肤品。那你会去就是美容院啊这种吗？去啊，也去是吧？但一年去一次，啊、一年是朋友把我拉去的。哎，确实，有时候去这种放松也是非常好。我也觉得。但是没时间，嗯，就是在他们在逼着我的状态下拖去的。还是想用休息多休息休息，我们看你有时候都觉得很心疼，就是多休息休息。休息，你说我们天天坐着休息，你觉得你就健康了吗？也是，你自己没事干也会闲不。对对对，快乐就健康。说真好。